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on board of Philippine Airlines C967 flying from Philippines to Taipei. Okay, 那么各位乘客呢，机长呢已经打开系好安全带的指示灯了，请各位乘客呢系好你的安全带呢，才不会等一下遇到乱流的时候呢，这个弹出座位造成终身的遗憾呢。没有人在看呐，你看大家都睡着的睡着，逃离座位的逃离座位的呢。你好像很无聊呢。啊，你好像很厉害呢，那不然你教嘛，你厉害你教嘛，你教嘛。我教老师 music 呢。人家也没有在听你讲的内容呢，至少人家又在看我拿，哪像你，人家都不看你拿就睡着了拿。你在讲什么东西拿？你这样搔首弄姿等于是模糊焦点呢，这样不行呢。哪会拿？他们喜欢看，而且还会讨论我们呢。没有吧？那个乱讲呢。不要吵！不要再吵了，那乘客在抗议了，不是你呢。好了，我们赶快进行下一个步骤呢。各位乘客呢，如果呢你们真的不幸遇到这个紧急状况的时候呢，没有关系呢，你赶快呢啊，在你的座位底下呢，拿出这个救生衣呢，对，赶快穿起来呢。穿起救生衣之后呢，啊，拉低一条线啊，拉低一条线之后呢，救生衣呢就会充气了。那如果拉低一条线失效的话呢，拉第二条线呢，如果第二条线也失效，没有充气，没有变大的话呢，还有这个呢，还有吹嘴啊，吹嘴哈，还有吹嘴呢，啊，两边都有吹嘴呢，都可以吹了啊。这边有吹嘴呢，帮我拉一下呢，啊，拉一下哈。那如果吹嘴呢啊，都堵住的话呢，那没有关系呢，你跟我们的空姐讲呢，我们呢会帮你登记啊，登记之后呢，在你下一次登机的时候呢，啊，我们会拿一个全新的整套的啊给你用啊，还没有拆封过的呢。哎，你在搞笑呢？都已经有机会穿救生衣了呢，还不知道以后还没机会再上飞机呢。那你又有意见呢？要不你教嘛？我来教，换我啦，老师 music。如果全世界的空姐都像你这样的话，那成何体统呢？哪会拿？大家都喜欢我拿。确定喜欢你拿？对拿。那我们来问一下乘客的意见，好了拿。好。你们是喜欢我的这个教学方式，还是他的教学方式？喜欢我的请尖叫拿。好像只喜欢看作秀呢，根本不听内容的呢。现在就只要会作秀就好了呢，管你会不会做事呢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跟我跳就对了呢。哦，老师 music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两位，谢谢啊，谢谢两位这个空姐啊，真的太厉害了啊，看到了吗？啊，他们很会作秀，对不对？他们刚刚也提醒我们了，啊，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呢，在35年前呢是亚洲地区啊国民生产毛额第一的国家，他们的国家官员呢只会作秀，不会做事，所以到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这个德性出来都当菲佣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的官员如果说每个都会作秀，然后不会做事的话，以后就跟他们一样，知道吗？我们看一下李敖的 MSN， 请看。今天我李敖大师不是来告人的，也不是主持节目，更不是来骂国民党的，是因为我那儿子呢，李堪考上了台大，他毅然决然跑去念了北大。很多人问他为什么呢？
很简单嘛，北大全球排名第50名，台大全球排名第124名。要是你，你选哪呢？这么白痴的问题还要问我们？因为他到了北京去念书，所以分隔两地，我对他非常的思念。所以呢，透过网络，借由科技的发达，我现在都是用视讯来跟我的宝贝儿子沟通了。哎呦，说人人到了，看看呐。你好不好？我是爸爸。腾腾，你到北京还顺利吗？好吧，我已经到北京了，不过都你了，爸，你叫我多带一点衣服，害我那个行李超重啊，被罚钱。谁敢罚你钱啊？你没有跟他们呛说你爸爸是李敖李大师吗？有啊。然后呢？他们还罚？嗯，对。这航空公司是蓝的还是绿的？我到机场去告诉他们。爸，你在政坛上面的敌人这么多，蓝的绿的还不是都一样？哦，说的也对哦。哦，对对对，哎，那个你吃饭了没有啊？哦，我还没吃啊。哦，那怎么不去吃呢？因为我们在这边啊，吃饭都要办一个叫饭卡，啊，然后呢，洗澡要澡卡，那洗衣要衣卡，那女神要卡。女神什么卡？哦，没有啦，那是我个人的兴趣。哦，那你们北大不是有餐厅吗？爸，我们这边餐厅叫食堂。嗯，我知道，那你赶快去办个卡，记得要吃饭，别饿着了，知道吗？亲爱的小康康。哦，爸，你恶心哎！你叫我康康就已经够了，你还加亲爱的。哎，亲爱的，这三个字很珍贵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康康看好啊，亲呢，在我们台湾繁体字是这样写的，右边一个看见的见，那在大陆呢？简体字是这样的，有没有？右边的见啊，我知道就没有了。好，那爱这个字呢？繁体字是这样写的，嗯，上下是一个承受的受，中间包着一颗心。到了简体字，心也不见了。所以呢，前一阵子呢，这个冯小刚导演就说了，希望能够恢复到繁体字，它有一种古典文字之美，你知道吗？否则就变成了亲不见，有没有？爱无心。所以你要珍惜爸爸跟你讲亲爱的这三个字，知道吗？这样子呢才能够有中国古典文字的美啊。不过呢，这两个字如果变成简体字倒是能够省下11画。好了，爸，我差不多要下去忙了。嗯，我下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千万要记得赶快吃饭哦，不要饿着。喂，看看，糟糕，他不会是还没办网卡，然后网路线被剪掉了吧？小康康呐，你在祖国那边好好的发展学习，这样以后台湾回归祖国的话，你就能出人头地了。哦，我真的要去办一张早卡了，不然真的越来越臭了，脏了。